叫什么名字？总是搞什么？白杰西。你们两个为什么名字不一样？是你们是表姐弟？亲兄弟。这个是亲兄弟。亲兄弟。哦，是。那你跟妈妈姓的？那你哪一组？太阳族。太阳族哈，哪边的太阳？哪一村的太阳族？立新村。立新村，立新村在哪一个乡？仁爱乡。仁爱乡哈，仁爱乡是哪一个县市？南投县哈。立新村泰雅话怎么样？哎。马来巴，马来巴，那你泰雅名字怎么叫？拉瓦，拉瓦，拉瓦后面爸爸是什么？瓦旦吗？拉瓦瓦旦。那现在几岁？几年级？哪个国小？例行国小。例行国小。那可不可以用母语自我介绍一点点？就是你是女生，几岁，住哪里，这样就好。比较不起，我们没有人能看出来。哪里？哎，上啊，那个意思不明。老路，母家，老娃娃蛋。那我问一些那个生活母语单词哈，妈妈怎么讲？爸爸。阿公、阿嬷、男生、女生、老人、小孩子、那个，好，那我问一下器官哈，眼睛。鼻子、嘴巴、耳朵、手、胳膊、脚、牙齿、眉毛，不是那个舌头。看你这个样子，这一点想要头走喝，就是本来就九岁，你知道吧？我记得，可是我回家嘛。头发。啊？眉毛。不知道。那叔叔那个嘴巴上那个胡子怎么样？男。不知道哈，耳刚那个钱怎么讲？好。地瓜。芋头。是不好意思啊，阿姨。我这留在这半年不能喝酒。花生。烤火又烤不暖。那随便这样，刚才又打了一下。生姜。啊。那个黑呀，不要。玉米。忘记了。那个饭怎么讲？菜。我们是老夫老妻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的啦。把那个抓鸡干喂。我会念，但是我忘记了。猪怎么讲？比哇。牛。羊。那是母鸡。狗，不应。啥子肉？什么肉？猫。鸟。老虎、老鼠、鹰鹰那个。哎。鸟会不会？都是鸟。鸟。我也是吃肉。会飞的那个鸟怎么讲？鱼。蝴蝶，螃蟹，六角，蛇。山羊。飞鼠。木头。石头。
的花啊，有病。不知道，竹子。我是村长会冒这个险吗、那个太阳。哦，所以就又不是买竹子这个险。太阳，我忘记了。月亮。月亮。彩虹。好热度。那个下雨的雨怎么讲？下雨雨。水。我讲话很水势。然后风会不会讲？风。老狗，我怎么敢打你？你又不是我的妈妈。火怎么讲火？拉给他去照顾你，照顾那么累，你为什么火两个木瓜？烟烟会不会讲那个火烧上来的那个烟？没有讲。OK。呀呀，滚那么火！刚好我都可以来。那再想一下哈。那个吃饭。吃饭。吃饭，睡觉，回家，洗澡，你吗？有没有给我妈妈喝酒？打猎会不会讲？那个，生气会不会讲？先水热水打架。这是橡皮筋车。还有车呢。酒怎么讲？李崇义，快点快点，那个大师要跟你照相，你比较会讲那个三 D 话，你会唱歌。烟香烟那个烟。你给他唱一下歌，红旗嘎劲。槟榔。哎，你很早听啊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只能不好意思呀。好啊，古哥。熊会不会讲？不是，他们又不高兴。飞鼠。还是我害鼠？我搞的隐喻嘛。来来，这个是我讲。我没有打猎，我不会。当然了，唱歌。没挂。跳舞。没有。没有。莫沙米的村长最佳一点，还好没有变得很织布。没有讲。纹面。没有。好，你再讲一下你是国小几年级？哪一个国小？立新国小。啊，立新国小哈。啊，没有，真是。那你的泰雅族名字叫什么？喇哇。拉的司马。全名。全名。喇哇瓦旦。喇哇瓦旦哈。住在哪个部落？立新村。立新村哈，立新村的太阳话怎么讲？他们就是我们，我们去吃的那个地方的庙，那个魔女有一个那个，下次叔叔再录一些新的魔女话。下次唱一首魔女哈，下一次哈。左边那个很远，好像唱。那你现在唱一首好不好？一首而已。好，就是庙。好，你要唱的是同乡吗？预备开始。到哪里都敢不傻姑了脸。我哈没妈呢，刚刚有一个，有一个同乡，他是路上。你们在前面一点一个岔路，我们给他压的。还是个搞母语，干嘛还顶多个干啥？干老路了。干啥都不懂是不是？你在第二首啊？搞新的。啊，我们哎呀，等等，上去了。啊，危险了，村长没办法走。哎，牙病，不盖牙病能喂。那个是吧？山东月那个卡住了。全部是山东。想干嘛？要不想看那个上去？来。全部都要变。我们嘛，那很专业。转过来，转过来。那个餐厅，餐厅啊，太贵了。阿达的地哇。那个餐厅啊。呀。啊，它前面有一条路啊，有一个桥啊，再跟它一样，那个还是很重要。门的水。妈是给米在偷人吗？难道你妈在那什么米太了？他给。好了。阿达那边很棒啊，这是学校教的吗？对啊。那你们跟那个雅弟或尤达斯学一些老歌，然后去问一下雅弟跟尤达斯什么老歌，你自己学的呢？学校教的是新的，对不对？是以前的，以前的，嗯，有没有听过？
那应该有很多首哈，那下次再多学几首。好，叔叔有机会再录一下哈。不认识，不是。好，这来自你太阳族的名字。老娃娃蛋。好，谢谢哈，很棒哦。5年级号，立行国小哈。哎，再介绍一下这个地形村的太阳名字叫什么？马雷坝。再讲一次。马雷坝。马雷坝哈，好，谢谢哦，谢谢谢谢。I'm not.